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好啦，咁我哋今晚嘅讨论嘅问题咧，就系、是、又系关于我哋听众好中意收听嘅飞碟学呢方面嘅。咁我哋会由我哋而家21世纪嘅角度咧，去睇下飞碟学啦。咁我哋都知道啦，近年咧好多嘅西方国家咧，英国啊、法国啊、墨西哥啊，好多国家嘅有關政府呢，就已經其實陸續呢，是將它以前歸納為一種所謂秘密的檔案裏面的資料啦，就慢慢有關這方面的飛碟啊的資料啦，就慢慢地就是即釋放出來的。那亦即有人開始講啦，那其實呢，我們現時呢個地球各的有關當局呢，其實呢都已經有心理準備呢，已經有個計劃呢，是其實將這個真相啊，飛碟外星人的真相，是慢慢地呢是給地球人呢去了解，那即是讓我們接受啦，即是我們將來的世界呢是將會怎樣發展的。那又這麼巧呢，上年2008年9月16日呢，亦都是當時在香港大學呢飛碟學會呢，就在香港大學呢，是剛剛呢就要舉辦第一個飛碟學的課程。咁當時喺一個香港大學，我已經所謂有叫做通識學科啦嚇。咁有冇學分㗎？當時呢個學分對啲會有嘅，有少學分㗎。讀完曬可以申請學分，可以申請學分嘅。咁有一個咁課程呢，就已經準備曬㗎啦。咁啱啱係諗住呢係9月16日呢就開班嘅。咁但係啱啱今日喎。啱啱係啦，即係我都講完等啦。exactly 今日嘅時候呢，咁但係呢有嘢發生咗，咁就令到嗰、那個當時準備曬嘅課程呢就係、是、冇辦法如期舉行嘅。咁咁今晚呢我哋好高興呢係我哋請到我哋嘅嘉賓呢係林紀圖先生啦。咁我相信林紀圖先生呢喺香港好多人呢喺其他嘅方面可能都認識佢嘅。他是一個多媒體的創作人，他亦是一位漫畫家的。他自己在不同的電台啊，曾經擔任過DJ 啊、影評啊，和電影編劇多方面的工作的。所以我相信呢最有機會廣泛接觸到林紀圖先生呢，就是他的漫畫啦，他都很特別風格的漫畫的。但是呢林紀圖先生呢原來呢係亦都係香港飛碟學會嘅幹事，自從70年代開始呢就已經呢係研究飛碟學同埋呢係古文明呢方面同埋飛碟學嘅有關嘅。咁所以非常之高興啦，咁今晚呢就請到Jason 啊林紀圖呢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即係但首先可唔可以講下當然下上年今日嘅上年是發生了什麼事呢？令到當時預備好曬的課程呢是不能夠預期舉行。首先院長呢，你又不要再叫我先生先生前先生後啦。我啲學生嚟㗎咋。你叫我紀圖得㗎啦。咁大家好，我係林紀圖。咁直接入嗰、那個如果直接入主題呢我唔知今日我唔記得咗㗎，係你提醒返嘅。啱啱諗起哦，係。啱啱係16號係喎，眨下眼一年。因為其實那個飛碟學在香港大學那裡呢，即是籌辦個飛碟學的課程，其實我都是本身是個叫做是主催者來的。即是開始的時候呢就是都跟他通識學的那些朋友呢，那他傾起上來的時候，因為其實他可能呢就最熟悉我呢就是兩樣東西啦，就是電影就同埋是飛碟學。咁他都同時都覺得呢這兩個課題呢都是可以在佢個通識嗰個課程裏面呢係一個幾好嘅一個課程嚟嘅。咁其實佢都幾主動嘅開頭嗰時。咁其實我哋都其實一直呢喺度籌辦嗰個課程嗰時差唔多4月幾日開始㗎啦。
咁其實都執行得好好。咁而且咧就係咁嗰個佢哋都幾著約嘅。佢話呢個即係當提咗出嚟，同埋係佢印咗佢嗰個通識個小冊子咧，嗰、那個反應都唔錯。咁但係咧就咁同時期咧，佢都講話啊，佢出咗個小冊子之後嗰陣時咧，就都有啲即係有啲反應，不過啲反應咧就都唔係話咁嚴重嘅，因為佢話直頭係佢哋都即係喺佢嗰個即係學校裏邊嗰度咧，嗰啲行政人員嗰啲教授反應，唔係講嗰啲學生反應當時。唔係學生反應，即係其實喺學生反應嗰度咧，就基本上即係反而係幾熱切啊，即係覺得係都幾特別啦，即係咁樣樣咁嚇。係啦。咁佢有啲反應咧，就即係都提出咗啲疑問。咁但係佢話都唔係話好緊要，因為喺個 board 嗰度咧，都其實都提及過，就話即係呢樣嘢不如咁樣就個課程之後檢討啦，即係咁樣樣，非常之順利。咁但係咧就直接去到去年今日，好傳奇嘅，都大家都講到好似好傳奇咁。去年嘅今日咧，朝頭早十點零鐘嗰時候咧，突然咧即係我哋個會長啦，阿 Moon 咧就打電話俾我嘅，喂。佢香港大學嗰度咧，突然打電話嚟咧，就話可唔可以 postpone， 即係延遲個課程，但係咧就應該係今晚咧就開始㗎啦，即係上年嘅今晚咧就開始。咁我咩原因啊？咁佢話唔係，佢有啲嘢佢想延遲一下咁樣。咁我哋又見到覺得咁即係好似咁突發咧，咁而且咁我哋就基本上咧，即係響成個嗰個課程，我哋預咗咧，因為佢嗰個課程咧就係都響嗰個幾大嘅嗰個科嗰度去搞嘅，就預計大概咧係有120人至到200人都得嘅，因為嗰個座位咧就應該180人。即係嗰個地方，佢預咗都可以近乎200嘅學生有。佢應該喺嗰時咧，佢都即係講就唔係好正式估計啦。我個記憶中咧，佢話應該佢嗰邊咧就有80幾個就已經報名㗎啦。哦，嚇100幾個學生。咁而且咁亦都咧，即係咁都做咗啲統計咧，即係原來嗰啲學生咧都唔少其他嘅學科嘅學生咧都有。即係其實有個概括咧，就即係都講啦。香港大學嗰邊咧就80零個咗啦。咁然後咧，咁我哋飛碟會嗰度咧，因為我哋都用一個方式咧，即係話如果你去即係呼我哋嗰個飛碟會嘅嗰個咧，你可以登記。咁然後咧就參加個課程，但我哋有個規矩嘅嗰時咧，就係因為咧始終咧即係唔想嗰個變成好似係話，因為我哋平時我哋飛碟會都係即係賣大包嗰種咁嘅方式咧嚇。就唔係話咁即係好注重嗰個收入啊嗰啲咁樣，咁就而且咁呢個咧係香港即係大學嗰個搞咧，咁我哋都特登咧就即係話嗱嗰個課程即係當好似入門篇咧就免費嘅，咁但係咧你申請嘅嗰啲即係如果咁我哋嗰時間咧就係飛碟學研究院嗰邊咧就 design 咗一紮課程出嚟。即除咗香港大學入門科都有幾堂嘅喎，係咪？係啦，嗰、那個就差唔多係有6堂啦。6堂嘅喺香港。嗰6堂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嗰6堂我哋就都好有把握，同埋我哋都已經講曬咧，即係譬如我哋將會講乜嘢嘅內容，而且咧我哋講嘅內容咧，我哋開始嗰時候咧，又始終佢係一個叫大學嘅學院嘅裡面嘅一個課程咧。咁我哋都會有啲即係穩陣咧，即係避免有啲可能有啲。論點咧就會變成咗可能會敏感嗰樣嘢咧，我哋都有啲即係 scan 咗佢，咁啊變成咗咧即係一種配合。咁然後咧就喺個進階嘅課程嗰度咧，就係、是、可以將嗰個題目咧就再深化佢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嗰時候咧就都係列咗有一個咁嘅進階課程。咁嗰度咧都收到都有唔少嘅嗰個反應。咁而諗住咧就夾埋。就係、是、差唔多係120至180人左右咧，嗰個咁嘅學生咁。咁而喺嗰個時期咧，我哋都覺得我哋呢個目的咧係達到嘅。係。咁但係佢突然就喺嗰日嘅朝頭早咁啊講俾我哋聽，就話有呢個咁嘅延誤咧。咁我哋都覺得好啦，即係同佢即係配合咁樣啦嚇。即係你都預備配合啦，即係都其實好愕然㗎啦，係咪？反正照曬學生都差唔多都知道咗，即係突然之間當日嘅朝頭早咁同你講。嗱、那個結果咧，我懷疑就反而可能係我哋飛碟學會個做得好啲添啊，因為佢即刻咧即係喺個網嗰度講啦，即係通知。其實最難搞就通知我哋嗰班會嚟嘅嗰啲報咗名嗰啲人，咁啊即刻要哇即係要打電話啦，咁同埋咧就即係提曬咁樣就。我哋係聯絡好曬嘅，就係咧，但係咧就喺嗰日咧，
咁我哋都有一個咧，其中一個老師嚟嘅，咁佢都係一個大學教授咧。咁佢自己咁都，因為佢都係喺個附近咧，咁佢都就去睇咧。咁佢心裏講翻俾佢聽，就話誒，佢哋原來佢都即係係有好多學生咧，嗰時先去到個現場，佢發覺啊，發現咦，誒改咗。咁但係咧喺改嗰時候咧，咁佢就再轉咗另外即係嗰個另外一個活動。就是一個叫是一個環保的放映活動來的。放映一個環保的片段那些紀錄片那樣。是啦是啦。咁所以呢咁就喺嗰一日就係、是、呢喺嗰度呢就係講話佢呢個呢、這個課程呢就會會延遲咁融合再公布即係咁樣嘅。咁、其實呢就成件事呢就都係咁樣樣呢就去變成咗一種叫延誤呢。咁但係呢就因為其實到而家嚟講呢其實都隔咗一年，其實係基本上咧，喺嗰個學校嗰度咧，佢都認為咧，其實係可以再繼續搞落去嘅。當時話，現在都係咁。當時應該係去到十月嗱，佢其實咧，因為嗰個課程咧，就其中咧就有我哋會請咗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飛碟學專家，澳洲嚟嘅嗰個 Mary Rockwell 咧。係啦。咁佢咧就其實嗰個係一個都好出名嘅飛碟學專家嚟。咁佢咁我哋都同佢講話，喂，你如果你點樣嫌咧，但係嗰個咧有問題，因為我哋都反而都同佢著想，邀請咗佢嚟，同埋係好多嘢都定咗咧，咁就而且都好難得，因為佢都未曾嚟過，因為嗰個都好出名嘅一個飛碟學專家嚟嘅，專係研究咧，即係有啲人接觸咗，係啦，有啲人咧就係接觸咗之後咧，其實好多人喺心理帶嚟咗恐懼。阿袁老師，你都好似嗰時都有訪問過佢。我係佢都嚟，最後Mary 都有嚟我呢啲個電台講講嘅。係啊，嚇嗰個，咁佢嗰個咧，咁就即係都大家都覺得嗰個就唔好停咗佢啦，就繼續去啦。咁而佢嗰個時期，咁佢都講話，可唔可以將成個課程咧就縮短咗佢？就由六堂變成咗四堂。咁但係咁我哋一講咧話，即係咁我哋就提出一樣嘢啦。我話縮短嗰個咧，咁我哋再傾啦。就而且依個咧，我哋 pass 咗過去嗰個飛碟學研究院嘅嗰啲負責人，即係傾課程嘅嗰啲人咧，就同佢負責，就係話同佢去溝通。但係其實我哋都同時咧，我哋都話：喂，咁但係你咁有個延誤咧，呢種咁嘅行動咧，其實多多少少咧都引起好多迴響嘅。尤其是啲傳媒都有問我哋，即日咧都有問我哋。咁我話：我哋答覆唔到佢嘅喎，因為係你哋延誤。咁你應該咧就俾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滿意嘅嗰個答覆俾我哋。係咯。咁而我哋咧就係即係。我哋即係接到你嘅新聞，咁佢哋咧就會反而會好啲嘅咁啊。咁其實反而喺到而家嚟講，我哋都仲未收到佢一個比較滿意啲嘅一個一年後啦。係啦，一年後。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反而咧問題出在係呢方面啊，就係嗰個回應嘅嗰啲問題嚟嘅。咁所以始終佢話佢只話延遲啫，佢話即係佢要求延遲咧，咁佢亦都冇話要取消嘛，係咪？咁但係一年之後咧，其實仲冇任何嘅安排喎、哦。係啊係啊，同埋冇任何嘅嗰、那個因為其實到而家嚟講咧，我都相信咧，都仲有啲傳媒咧就想問嗰個叫真相嚟，你一定要有一個叫具體啲係啦嘅答覆。系啦，咁我哋个飞碟学会个时间咧，咁我哋就系会用一个就系、是，我哋所得到嘅嗰、那个，即系头先所讲嘅嗰啲过程咧，咁我哋都好直接，即系将成件事咧，我哋好透明度好高咁样咧，就即系讲俾大家听，同埋咧就即系想俾大家知道咧，又唔系严重到咧，好似有好多坊间咧就讲咧就系、是、可能系咪学院容许唔到呢种咁嘅课程喺嗰度做咧？咁如果你唔答覆咧，就人哋會有咁嘅揣測噶嘛。咁呢種揣測咧，就係咁，我哋都覺得 ，sorry， 唔係我哋去回應嘅喎，係你哋。如果唔係嗰時，咁你哋應該講話唔係啦，一定要係要有個答覆俾人噶嘛。係咯。其實就係而家咧，就係變成咗一種好似 X file 咁樣，變咗原案啦。一個原案，一個原案。係啦，完一年啦。去到一年嗰時候，都係咁樣樣嘅咧，咁我覺得似乎都係有啲點都係要有啲問題㗎啦，有啲覺得係喺嗰個叫成個處理嘅方式咧，就係有問題㗎啦。嗱，咁我哋都知道啦，我頭先都開始都講啦，好多其他嘅西方國家英國啊、
墨西哥啊，其實很多國家嘅即係有關嘅機構咧，已經主動咧係將啲檔案咧係抌曬上網嘅啦，即係任你去睇嘅啦嚇。咁、即係其實有種講法咧，即係呢、這個即係外星人嗰個事實咧，其實唔能夠再隱瞞嘅。係啊，咁因為背後咧會帶動好多我哋嘅未來世界嘅過程嘅進展會點樣嘅嚇。咁、所以外星人存唔存在咧？即係同我哋而家地球人嘅將來其實係有好大嘅，即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唔能夠即係再好似將個頭然後眯埋落去咧，就好似當即係唔想去面對佢啦咁樣。咁好啦，咁你當時你哋要俾香港大學即係俾佢哋有一個首選，俾佢哋有一個用即係納稅人嘅出錢嘅大學嘅學府嘅課室啦嚇、就嚟到舉辦，即係等香港人可以有機會即係喺一個正確嘅環境之下咧，去了解多啲呢方面嘅真相啦。咁、就好可惜嚇，即係香港大學即係冇。唔知咩原因啦、啊、到今時今日咧，一年之後咧，佢都未解釋到咧點解咧，佢係當時咧係唔敢啊，即係應該可以咁講啦。暫時都一年內都未曾敢咧，係將呢個嘅呢個嘅學科嚇、即係我哋研究飛碟學嘅呢、這個學問咧，係俾佢哋啲學生作為一個通識嘅課嘅即係。其中幾個課程咧，係啦，咁俾佢知啦。咁作為飛碟學咧，喺外國咧研究飛碟學嘅人咧，係好多學者嘅，係啊，好多博士級嘅學者啊，佢真真正正好即係好嚴格地咧去研究嘅咁。係，甚至我哋都做過一個資料嘅調查，即係而家嘅響即係外國嘅唔同地方嗰啲大學咧，係、其實有超過20嗱，正確我因為我而家手頭上冇個準備，正確即係應該咧就唔少過27間嗰啲大學咧，佢裡面已經有 ufology 呢個課程嘅嚇，係啊，即係已經其實入咗一個學院嗰度咧，變成一個學術研究咧，已經係即係已經係一段時期嚟添㗎啦，嚇、呢個係啱啱就係。嗰時我哋就係回應翻一啲傳媒咧，即係問係咪依個係咪而家都係即係普遍大學咧唔會接受到咧，咁唔係噃咁樣嚇，就其實係有列翻曬啲名啊嗰出嚟咧，係唔少嘅嚇。咁佢哋係當係一個趣味性嘅探討談論咧，話、你係講緊係佢哋淨有啲學分俾。佢變成學科嚟㗎，即係學科。變成學科嚟㗎。咁當然咧，你譬如你叫飛碟學裡面咧，佢其實牽涉咧就好多，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嗰個範疇嘅嚇。咁佢裡面嗰個範疇嗰時候咧，我就唔知佢嗰個成個嗰個叫個結構。係。佢可能喺某即係歷史學嘅角度去睇啊。係啊，或者可能喺心理學角度啊，就去進入研究咁樣。係啊係。咁嗰個會嗰、那個其實你會其實。基本上咧，你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因為其實近期嚟去講咧，譬如都回應翻啊頭先阿院長你所講嘅近期好多嗰啲唔同嘅國家，甚至東方，譬如日本啊，日本都好詳盡咧，就將佢有幾單一直有傳言嘅嗰啲叫 即係嗰啲叫日本嘅空軍同埋啲航空公司係遇到嗰啲 UFO 嘅個案咧，咁嗰啲即係嗰啲傳聞咧。有幾單大 case 咧，佢都好具體化，用翻佢官方角度嚟講出嚟。咁、但係咧就有兩樣嘢，我哋咁樣睇法嘅。第一樣嘢，佢就係好似咧，就係好似即係之前頭先阿院長你所講咧，就係、是、不得不承認，喺呢個叫我哋而家喺度研究飛碟呢存唔存在呢個問題咧，就已經咧變成咗一個叫 pass away 啦。就係話你唔好喺度問係唔係有外星人。而係喺而家咧，就好多啲國家，佢用翻佢哋政府嘅角度都講俾你聽，佢哋都係喺嗰度咧有一個好多嘅證據，都係證實咧有一個叫不明嘅一種非人物體，同埋可能甚至有啲咧比我哋地球所了解嘅嗰個科技或者個文明更加高，或者唔同嘅族群係存在嘅。咁即係呢個咧係其中一樣嘢啦。但咧就其實調轉嚟講咧，仲有我哋係覺得係一種隱憂嚟嘅，就係點解會喺同一個時間或者咁近期咧，係大家會咁合群啊？係一齊咧就即刻用官方嘅角度係發放呢啲資料，同埋其實嗰種資料都幾大量嘅，即係嗰種大量化咧就即係好似去第一去解決大家嘅即係一直以嚟咧就從1947年。去到而家依咁多年以嚟嘅嗰種60多年嘅嗰種迷團咧，
你突然之間咧，佢俾翻你一個官方角度嘅滿意嘅一個答覆。咁但係咧，就呢個行動嘅動機咧，我哋覺得咧就即係好似唔係單止係一個講俾大家聽。呢個世界原來真係有飛碟咁簡單，定係佢有一種另外幾個動機咧？嗰、那個我哋就覺得係好想再深入去了解嘅嗰樣嘢係。咁有啲邊啲人猜測佢，即係佢背後嘅動機會係點咧？有冇？唔係佢，因為咧佢喺今時今日咧，突然呢樣嘢，即係譬如佢呢種咁嘅行動咧，你會有好多人就呢個都唔係一個叫其實呢個係陰謀論嚟㗎啦，就會變咗係，就會覺得佢哋係唔係已經有啲即係譬如會覺得可能有啲叫 schedule， 或者有一個叫做係不能夠再遮掩嘅時刻就要到嚟啦。而佢而家依種即係依種咁嘅發布咧，佢哋亦都有一個部署。而呢個部署咧係究竟係一個即係叫一個叫做係良性嘅行動咧，即係會唔會係同啲好似 close encounter 咁樣同啲外星人啊，你嚟啦，我同你哒哒滴哒，即係咁樣咧，即係咁友善嘅接觸，定係或者咧你嚟咧講俾大家聽，依班人咧就係我哋，喂，小心啲，小心啲。因為咧佢已經好多已經騷擾我哋啦。即會唔會係咁樣樣咧？嗱，咁依個咧就會變成咗咧係有個我哋係一種謎嚟嘅，一種 question mark 嚟嘅。因為我覺得咧，突然之間喺一個叫國，即係國同國之間咧，係一齊去發布，而係將以前咧佢哋嘅嗰個一直嘅觀點咧，係都可以講話係180度嘅轉變嚟嘅。話冇而變就話承認佢都有記錄。是有記錄見過，即之前都話冇嘅，假嘅，冇嘅，你哋咩？而係反而而家就變成咗咧，嗱有嘅，同埋咧係會變成咗就係我係擁有啲更加確實嘅資料，你信我啦。嗱、我而家因為通常你政府發布嘅嗰個過程咧，咁你會睇到咧就同民間嘅嗰種發布嚟講有一個好顯著嘅唔同，就係當你發布嗰時候咧，你嗰樣你唔係咁具體咧，你係好有問題噶嘛。咁佢如果佢係當佢發布嗰時候，其實嗰個影響性係非常之大。咁呢種咁嘅因為國與國之間咧共同去做嘅呢個行動咧，對於我哋譬如飛碟學嗰個研究裡面嚟講咧，呢個咧就其實係有種叫感覺到咧，裡面會唔會有啲政治因由喺度嚟嘅咧？咁對我哋嚟講咧，就係覺得事件好似就複雜咗嘅咯，即係咁樣樣，咁我哋會有呢個咁嘅睇法喺度嚟嘅啦。咁所以其實你去到呢個時刻咧，突然之間咧，你會發覺咧，研究飛碟嘅呢個咁嘅學問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咧，就可能咧，就以前一種你可以當係一種叫做流行文化，係大家喺度講，喂，究竟有定冇咧？咁你好多資料講俾聽，有好多資料講俾聽，冇。咁而咧就好似咧就一個我最唔中意嘅嗰個講法嚟，你信嘅咪就有咯，唔信咪就冇咯咁樣，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唔係信唔信嘅問題，你睇到啲資料咧，你最好咧，你揸住啲資料咧，去你有興趣嘅話，你去研究，你去分析，用你嘅嗰個知識同埋你嘅嗰個叫理解力嚟去了解你所得到嘅嗰啲情報究竟啱定唔啱，然後你用你自己嘅判斷去信唔信，依個反而最緊要嘅一個基礎嚟嘅，學術基礎嚟嘅。係，咁但係你睇到咧，主流傳媒咧對呢類嘅報告咧，其實係相應係比較少嘅。係啊，就算佢報道嘅時候咧，係永遠咧係用一啲懷疑嘅模棱兩可啊，或即係揾啲角度咧，揾啲所謂專家咧，係差唔多咧係將佢沖淡咗佢嘅。係，或者我覺得好多時候結論都係咁樣嘅。唔係，我就覺得如果佢真係咧喺嗰個而家個傳媒，即係普遍嚟講啦，其實都唔淨止香港，我覺得香港嚴重少少。其實全世界都係咁樣。就佢嗰個叫懷疑嗰個人咧，唔係佢哋嘅一個態度嘅，係佢哋嗰種叫保護膜嘅啫。係，即係咧佢會做嗰時候咧，但係佢嘅最終嘅嗰個目的咧，你會發覺咧，其實佢唔係呢個提出嚟咧，就想大家用佢哋嗰個叫作為一個討論。佢而係覺得呢樣嘢咧就是、啊萬聖節講講呢啲嘢好喎，啊啱啱有部戲嚟，不如就係揾阿飛碟學會講講呢啲嘢啦，即係咁樣樣嘅嘢。咁所以我哋都會發。即係我哋就會用我哋嘅角度去講俾聽嗰時，咁我哋就即係譬如飛碟學會咧，都講明係學會啊嘛，所以佢裡面咧，即係佢哋會信得過嘅，因為我哋咧即係嗰個叫做係始終都有種過濾咧，就令到佢哋會放心一啲。係啦，咁然後跟住佢可能再揾另一啲唔同嘅角度咧，又再講一講。
咁而呢就变成咗呢好似即係而家我哋成日听天气报告咁样嘅、今日就阳光普照就间中有雷咁即係点啊即係咁样佢就变成咗呢个叫稳阵波嗰种方式呢变成咗系一种叫传媒嘅风气嚟嘅。係 ,ok, 好咁我哋先休息几分钟呢就会继续今晚嘅个讲题。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好啦，咁我哋咧就系翻嚟继续今晚我哋嘅讲题啦，就系即系主要系即系由现时21世纪嘅角度咧啊，睇下嗰个外星人嘅呢个现象吓。系。咁好啦，咁我哋睇到啦吓，即系政府就已经将啲资料咧喺网上放出嚟啦。系。咁但系咧，其实咧过去咧，我相信咧，因为主流传媒咧从来都冇好。即係認真嚇，嚴謹地係談論呢個問題嘅，都係一種講下少啊，為啲其他某啲其他嘅廣告啊，咁嚟到做呢啲咁樣嘅節目嘅、嗯。好啦，咁結果咧，好多人咧就只係能夠咧，就係一係去買書睇啦，或者買啲影帶啦。咁當然啦、嗯，今時今日你真係要攞真知灼見咧，都係上網㗎啦。咁所以網上呢方面資料，我相信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好啦，咁呢方面嘅資料咧，可靠程度幾多咧？因为始终都系太多方面都有讲系。嗱，我其实都系奉劝啲即系好中意飞碟即系飞碟迷啦、嗯，或者系而家对飞碟有兴趣，想知多啲飞碟嘅嗰啲朋友咧，都有一个叫做温馨提示。系点解温馨提示呢？因为网上咧，你可能揾到好多资料或者好新嘅资料，但系咧网上嗰啲资料咧，你要分外小心。嗯，点解呢？因为佢有好多好多资料咧，五花八门，又快又多，又睇到咧。你如果你纯粹系当哇睇完之后咧，系叫中意食情报嘅，当系即系娱乐啊或者消闲咧嗰样嘢咧，咁你可能咧即系网上嘅呢啲资料系帮到你。咁但系咧就系、是、如果你完全咧，你一收到你就会相信咧。你就小心啲，嗯，因为其实网上嗰个咧有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冇一个叫好好嘅一种叫做系监察，甚至嗰叫校对咧，系校对，成个校对嘅嗰个 system 都系唔好嘅，系。咁因为我嗰时咧都曾经问过一个即系飞碟学专家咧，那个好出名嘅，而家佢应该佢话佢自己第二，冇人够胆认第一噶啦，啊就系、是、嗰个专研究罗兹威尔嗰个 Stanley Friedman 啊，佢、哦、都有嚟过香港噶，系啦，香港我都听过佢，系啊，我都听过佢。佢就係佢唔係我就而且都非常之尊敬嘅呢位飛碟學專家，因為佢唔志在多嘅，佢志在準確。嗯，因為佢本身咧，佢成個佢對飛碟學嗰樣嘢，佢用一個鑑證嘅角度咧，嚟去將成個飛碟學咧好具體嗰啲飛碟研究咧，係即係用鑑證嘅系統咧嚟將佢講俾聽。如果你要印證飛碟真定假嘅話咧。好似佢嘅呢種方式咧，就係、是、最嚴謹同埋最冇人駁到你嘴，嗯、甚至佢嗰啲佢嘅嗰研究咧，佢就會 pass 去告政府，拎上聯合國，而係聯合國嘅同埋政府都要逼住要正視佢啊，係、嗯、嚇，即係咁呢個佢呢種咁嘅行動咧，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唔忽視飛碟學嘅嗰個研究咧，佢係功勞係非常之大嘅。佢點解佢咁樣？就因為佢嘅研究就係、是、好似我頭先講啦，就係佢嘅分析力同埋佢用嘅嗰、那個即係成個嗰個過程咧，係一個叫做係一個好正，即、就、係、是、一個好正確嘅一個研究飛碟嘅一種方式。係。咁但係咧就係咁嗰時我有幸咧，我哋去見到佢啦，即係佢嚟香港嘅時候咧，咁、我都問啊呢位 Stanley Friedman 呢位老先生咧，我問佢，我話。喂，而家嗰啲網頁上咧，嗰啲飛嗱，我以前咧即係睇嗰啲書咧，我哋都會有一個歸納到一樣嘢，就差唔多咧，就算出版物裡面，即係喺個即係自由出版嘅嗰個國家裡面嗰度咧，或者有唔係即係所有都唔好分自由或者唔自由嘅，好多時嘅出版物咧講飛碟嗰陣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你認真去分析嗰時候，差唔多七成嘅資料咧未必係真嘅，嚇佢可能係即係第二或者佢。所謂真咧就係、是，其實我認為最真咧就係第一二三嗰啲
第一二三手嗰啲資料咧，你就係、是、嗰、那個叫可信程度高。如果係將啲資料咧，佢再去將佢咧就再去研究嗰陣時咧，佢可能咧就多咗好多佢自己嘅嗰種加入嘅一啲成分咧，你亦都要考慮佢嘅嗰個準唔準確㗎啦，即係嗰樣嘢嚇。咁嗰樣可能已經變咗唔係純粹係飛碟嘅研究，佢飛碟有冇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嚇，就可能會得多咗另外一啲學術嘅放咗入去㗎啦。咁但係歸納嚟講咧，都差唔多咧係有七成咧，就唔你唔好咁一睇就信，係一定要經過你自己嘅過濾，同埋一個叫分析研究。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呢，又對即係你對照返呢，咁至得嘅。咁但係我問呢位先生嗰時候呢，咁話而家網上嗰度係咪差唔多係即係七八成都係假嘅。咁但係呢位先生佢話唔係啊，係99%係假嘅。咁話吓咁嚴重咁樣。佢話係啊，佢話因為呢其實基本上個網絡而家嘅情報啊資料非常之多。多到呢即係比出版物呢就已經多好多倍好多倍。同佢又不斷更新。同埋不斷修改啊，你可能你睇咗嗰個網頁裡面嗰陣咧，你今日睇同你聽日你再上咧，或者都已經修改咗都唔定。嗱，依樣嘢都已經係好有問題啦。咁佢話裡面咧就有好多時，如果你係就咁完全相信嘅話咧，有99% 咧就係、是、裡面未必你揾到啲嘅真實嘅資料。你如果你懂得過濾咧，你可能揾到一成，你可以深入去研究。然後就分析佢究竟係真定假嘅，咁而咧佢但係佢話嗰一成嘅資料咧，對你對嗰、那個譬如你想揾呢啲飛碟學嘅嗰啲朋友嚟講咧，都重要。因為嗰一成咧，如果都印證到係有飛碟嗰陣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印證嚟噶嘛。咁但係你要清楚咧，我哋而家呢一個時代，所謂嗰叫科技發達、通訊好發達嘅時代咧，就更加多呢啲謊言嘅出現啊。呢、这個變成咗我哋嘅研究飛碟學咧，係越嚟越複雜嘅嗰個問題。咁呢個幾弊喎嚇，即係一般嗱，我相信咧，即係呢個咁樣嘅比例咧，我諗其他方面嘅學科啦，我諗就唔會咁差嘅，即係唔會90%。咁所以即係變咗，你真真正正要去即係嚴謹啲去睇啦。即係都幾困難嚇，咁、啊、你撞到即係唔係咁準確嘅機會係幾大嘅？係、啊，因為其實係好主要嘅，譬如你研究飛碟學嘅嗰啲人咧，即係譬如好似就算我哋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地，我哋都有時即係佢有好多人佢都講俾佢聽，佢有發現到飛碟嘅，而係問我哋嘅。咁亦都有啲人咧，譬如可能影個相，即係譬如我個手頭上咧，我有都有張相咧，就係、是、一個都好出名嘅漫畫家阿平咧。咁佢咧就係嗰時佢又拍咗，佢拍咗一段，即係撞到喺道路港嗰度咧，三個月之前咗啦，就拍一個嗰啲飛碟嘅相。咁佢講完之後嗰時咧，佢本身咧佢就都佢好好奇嘅，佢又唔係一個即係好飛碟迷，同埋咁啱啊俾佢撞到。咁佢話佢喺個嗰度咧就成車人都見到嘅，大家都喺度研究，哇咁怪嘅，係咪飛機嚟嘅咧？定係嗰啲即係遙控紙鷺啊？即係咁。咁大家都其實佢話大家都討論喺成車嗰啲人。亦都有唔少人咧就喺影相，咁佢咧就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漫畫家咧，咁佢對於嗰啲觀察咧都比較上係細節啲。咁佢就咁佢咧就講俾我聽咧，佢話嗱我影個相，我俾嗰啲相俾你傳俾你睇。但係佢就即係講翻佢當時佢影呢張相嗰時，同埋佢即刻睇到啲相之後咧，佢就提出咗一個疑問，佢話其實我解釋唔到，因為佢話佢睇嗰時候咧係做更加細節啲，係同埋係。有少少唔同嘅，而且咁佢唔同到咧，佢就係佢估唔到咧，點解我用呢個攝影機影出嚟嗰時候咧，係我肉眼睇嘅嗰樣嘢咧，會相差咁大嘅咧？即係咁樣。始終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飛行嘅時候咧，你攝影始終你冇隻眼可以跟住去睇咁準噶嘛，係咪？係啊係。咁你咁樣剎那間咁啊蒙啲咯，一定肯定蒙啲。唔係佢就係嗰個咧，就係呢個其一啦，同埋佢係成個嗰個過程咧，佢睇咧佢足有係幾分鐘，六分鐘以上嘅。咁嗰個可能遲啲咧，就我哋揾次咧揾阿平咧，佢親身講翻佢依件事咧，就更加具體。咁但係咧，佢裡面咧，即係譬如佢依個叫第一手資料，佢用佢自己嘅嗰個角度咧，即係講翻出嚟嗰時，即係我哋譬如喺飛碟學嗰度咧，就已經喺度 scan 緊佢會唔會第一，你譬如你嘅身份
是乜嘢嘅身份。咁你即係基本上佢漫畫家，咁頭先都講咗咧，佢嘅觀察咧就會比較敏鋭啲。我哋會問翻再多啲細節嘅嘢嘅。咁即係好似譬如呢類嘅第一手資料咧，即係譬如我哋都可能會問到，嗱你喺嗰時刻咧，相距咁遠嗰時，譬如嗰個時間係點樣樣？會唔會喺嗰個叫係因為可能或者中午或者黃昏嗰、那個太陽光嘅光度都已經有唔同㗎啦，同埋佢望嘅嗰時嗰個角度，好多呢啲 information 咧，你會發覺咧，就如果佢係第一手資料咧，佢就會可以即時提供翻係佢嘅記憶嚟嘅。咁你咧喺嗰度過濾嗰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呢啲資料咧就最好㗎啦。然後你擁有咗呢啲資料咧，然後你就可以咧就係、是。將佢有埋嘅嗰啲叫影出嚟嘅證據咧，嚟去咗分析咧，就嚟去引證佢究竟佢嘅呢一個叫經歷係咪屬於一個叫做真係一個叫遇到嗰個 UFO 嘅嗰啲第三類嘅接觸咧，即係咁樣樣。嗱，我退即係喺飛天學會啦，其實始終都好多年噶啦，係，我諗都可能都有十年都唔出奇。咁其實好多你好捧場啲。咁我自己即係好即係好有興趣啦，係咪？我以前喺美國啊，喺加拿大嗰時候啦，美國讀大學嗰時候咧就未曾接觸到嘅。係。咁去加拿大嗰時候咧，有啲同學咧都講過俾我聽嘅。咁但係始終我未即係冇話真去親身去聽人啲講座啊咁。係。咁翻嚟香港之後咧，咁就發現咦，原來香港有人即係有學會嘅。咁佢亦都有嘅時候咧，係有啲講座啊，放啲片段啊，咁所以我好即係我都成日都上去，即係有機會聽嘅。咁但最後我慢慢地咧開始咧就即係飛碟學會有啲唔同嘅幹事啦，即係有機會即係傾偈啊，講下啲嘢咧。咁我發現咧，佢哋嗰個呢方面嘅態度咧，佢哋係一個好謹慎、好懷疑嘅態度，即係佢唔係話一聽嘅有人話呢方面有經驗咧，哇！佢哋好著約啊，請個人嚟啊，講下講下講。我覺得佢哋唔係嘅，佢哋反而咧，如果佢當有人話聲稱下呢方面有接觸啊，有第三度接觸咧，佢哋咧就會係好鬼死懷疑眼光咧，就睇下你係咪真係假先嘅。即係呢個係我嘅最嬲尾嘅感覺啊！即係我真係諗住哇，有人肯同你講，你即係攣曬反應啦，係咪？但佢哋唔係嘅，佢哋咧就哇，真係～即係差唔多咧，係即係 X 光過你嘅，即係睇你到底係咪有冇講假嘢啊？咁當然啦，咁佢哋都可能有呢方面經驗咧。過去咧就曾經咧就太過熱烈歡迎嗰啲人咧，結果發現嗰班人係假嘅。咁即係你曾經講齋係咪喺網上咧，其實好多啲流料嘅咁。咁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而家嘅即係佢哋個態度咧，係一個真係一個好謹慎、好懷疑嘅態度咧，係去研究每一樣嘢。咁所以我唔出奇啦。你話呢位阿平呢位漫畫家，咁你都識㗎啦，係咪？咁即係佢又唔需要嚟到呃你啦，係咪？佢又冇乜即係冇乜利益嘅，講啲動機好簡單嘅。係啦，即係佢睇到啦，成車人睇到啦，哇，好得意啊咁樣。咁既然你係嘅，咁咪俾你睇下啦，咪了解多啲啦。咁嗱，你都睇到佢咧。一睇到咧就一片白光嚇，好似一個飛行物體，咁背後有少少光，嗰啲 trail 嘅嚇，有啲 trail 喺度，即係好似噴射機嚇，即係你會成日見到嘅咁。咁但係咧，但佢手畫嗰個咧就唔係嘅，即係有一二三四六嘅六嘅分開嚟嘅物體，即係大家係一個有一個排序㗎，有一個 information 咁樣咁嚟到飛嘅，咁佢就自己就畫咗出嚟咧，係同佢哋佢嗰個 digital camera 啦嚇，咁影到出嚟係好唔同嘅。咁當然咧，我自己即係好可惜啊，即係從來未真真正正好你自己親眼見過嘅。咁我曾經去過有啲國家，譬如Caribbean 啊嗰啲咁樣嘅島國咧，咁佢哋有啲我啲嗰啲當時嘅醫生朋友都話咧，佢話你睇咧，第一上面天空嗰啲星咧係原來係數以萬計嘅，香港咧一粒都睇唔到嘅，除咗睇到個月亮之外，哇！即係數以萬計喎，哇！即係好感覺好怪嘅咁。佢話咧，佢話嗱，如果你真係有心，你留意一下咧，你望住上面咧，咁你會見到一啲飛行物體咧。係一個即係唔係一般嘅飛機啊嗰啲咁嘅，咁佢點解好簡單啫？你睇佢飛嗰個軌跡咧，係會突然之間咧係90度可以轉嘅，係就即係佢唔係打個圈啊，咁即係我一般嘅科技嘅噴射機、自然處火箭都好啦，都係有一個叫 trajectory 一個軌道噶嘛，你唔可以話中途90度角變去第二個方向啊嘛，咁佢咧就同我講咧，其實你喺嗰、那個喺嗰啲咁樣嘅咁清晰晴朗嘅天氣咧，個上天咧。你係有機會睇到嘅，咁當然啦，
咁我就喺嗰段時間，我有好多嘢做，咁我就覺得我未睇到嘅。咁我諗下轉頭啊，係你太忙啦，已經係啦，因為你冇可能咧，人哋喺上面飛過咧，你眼都唔望咧，你感覺到你就去望噶嘛，係咪？即係你上面望，你眼唔喺上面就唔係咯。咁所以你真真正正要睇咧，其實咧。即應該要咁嘅咧，你就要差唔多咧，係瞓喺地下度，即舒舒服服咁。啊，呢啲嘅通常啲天氣都比較涼爽嘅天氣咧，即係你就可能整碗暖嘅咖啡，又或者暖茶啦。咁伏喺度咧，就一路咁揸住個相機又好啦，或者攝錄機咧，就望住個天咧。咁咧，你要咁樣做幾個鐘頭咧，先有機會睇到嘅。就唔係咧，我哋一般人就話咧，我從冇見過冇呢個咁係嘅。一般人行到個頭個眼都望地嘅啫，唔會望住天行噶嘛。咁經過嗰幾秒鐘啊，或者嗰幾分鐘你跟你唔係冇乜可能睇到嘅，咁即係因為有乜人係行到向住個天王嘅啫嚇，唔會嘅。OK， 咁所以都解釋，往往有所不忽略嘅，好多時都係吧，係啦。咁如果因為咧，其實如果譬如響香港裡面嚟講咧，即係其實嗰個香港嗰個發現嘅飛碟個唔係好多。即係其實相距之下咧，其實係反而係內地咧，有好多地方都係一個叫飛碟嘅熱點嚟嘅。啊，的而且確有好多研究都係咁。香港多數都係過渡嘅性質，咁但係其實喺即係數數埋埋咧，都唔少嘅。都其實會睇到有好多即係有好多不明飛行物，而係即係有啲人即係譬如佢嗰啲記錄啊嗰樣嘢都睇到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始終都可能香港其實真係好細，一個過渡嘅性質咁樣嚟睇。咁但係咧，即係其實當你去望天咧，即係其實遠常即係講頭先嗰種咁嘅情況咧，就即係而家啲都市人都好少有㗎啦，帶住杯咖啡或者奶茶，踎喺度望個天咧，瞓喺草地上面嚇，但係水袋咁樣。但係講如果你有咁嘅行程咧，係真係原來即係其實唔係咁難嘅。係都會有，因為其實我喺77年嗰時候咧，我就啱啱即係中學畢業啦，就試過一次露營嗰度咧，即係係見過喺大嶼山嘅長沙嗰度。咁但係嗰次嗰件咧，就即係好似你嗰個島國個朋友咧，即係話齋咧都係，我見嗰個咧其實都好遠嘅，那個距離係比阿平咧佢依個嗰件咧係應該仲遠。但係咧嗰個飛行嘅嗰個軌跡咧，你會睇到咧，佢唔係一個自然嘅一個嗰啲，譬如可能星體啊，或者啲飛我哋人嘅嗰種飛機咁，佢係喺個意識型咁樣嚟飛嘅。咁啊，當時咧我都有好多朋友咧，咁都睇到啦，即係咁如果覺得咦係奇怪喎，即係喺咁，所以喺嗰個記錄咧，咁嗰時咁我都係將我自己親眼見到依樣嘢咧去講出嚟，咁啊係我個叫第三嚟接觸嗰個經驗嚟嘅。咁但係咧就當然啦，呢個經驗就唔係足以令到我變成咗呢個叫飛碟學迷啲，都係再另外嘅一個。慢慢加加埋埋，係啦。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係點分咧？嗱，佢通常咧即係咧第一類咧就係、是、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咧，就你會見到一個可能係眼見好遠嘅，就冇咩一個大嘅接觸，即係眼觀嘅接觸，就見到有個不明嘅飛行物。隻眼睇到係啦，咁啊，如果第二類咧，就係會係話你見唔到之後嗰陣咧，可能即係近住個距離嗰度咧，你係會揾到一種咧，即係有啲嘢係相應到，譬如可能你見到有個好不明嘅飛行物咧，係落咗個地，然後就升起咗，咁而咧你亦都身邊咧事後咧啲人去研究嗰時，見到個地咧要留翻低呢啲降落嘅痕跡。咁呢個咧就第二類接觸啦。Okay. 第三類接觸咧就係你睇斯蒂芬史一報嗰種啦，就見到嘅外星人。哦。嗰個佢咧就同你咧就可能會打到招呼，有溝通嘅嚇。咁、第四類接觸咧就直頭咧可能有body touch。哦。哇！啲到上嗰啲就犀利啲啦，嗰啲神經噶啦。嗱，總括咧嚟講咧就有啲話直頭有一個叫做係親密嘅接觸添，咁啊，即係嗰種啊啲個案咁樣，咁啊基本嘅分類咧就係咁樣嚟講嚇。咁啊，其實以此咁嚟去分類咧，其實咧你會睇到咧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響即係咁多年以嚟咧，即係由嗰個叫47年嘅嗰個羅茲威爾事件，就變成咗即係叫飛碟呢、這個變成咗一種叫開始一種叫國際問題之後嗰時候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就有好多依種嘅唔同嘅等別嘅接觸咧，就喺各地唔同咧，都有。咁啊，甚至咧，即係喺以即係之前咧，鐵幕國家嘅，譬如好似蘇聯啊，或者中國咧，其實佢都有依啲嘅個案。有四川三星文化堆啊嘛。對，而且四川邊度？係啊，三星文化堆。係啊，你成日覺得都有研究啊。同埋以前咧，咪其實係一直咧，即係對於個叫飛碟學嘅嗰研究咧，老老實實咧。在80年代咧，即係以我嘅了解咧嚇，
八十年代嗰時候咧，佢哋嗰個態度都比較上都係開放過，唔係即係唔係叫開放啲，嚴謹過香嚴謹過都即係對依樣嘢嘅研究咧，都相當之嚴謹嘅。即係譬如咧，佢響咧我而家依度咧，有一個八一年咧，都已經開始出咗一個叫飛碟探索，一個刊物，係好專門，一個月刊嚟，係好專門嘅。佢而家佢都仲有仲喺度嘅。咁佢係好好用一個叫做係科學嘅觀點，但係佢多數咧，佢嗰時都係用一個叫西方嘅嗰種科學啦，系統科學嗰樣嘢咧嚟去研究飛碟咁樣嘅。咁啊，佢哋做得嚴謹過好好多嘅。台灣都相對咧，即係喺嗰時候佢都其實都比較上咧依種組織咧係早嚇。但我哋咧就香港嘅嗰個飛碟學咧，即係嗰個研究咧，咁就即係都好個別性。咁啊，直至九十年代嗰時候咧，就阿 Moon 落咗海，就開始有個叫飛碟學會出嚟嗰時候咧，就話我哋就比較上咧，即係有啲聚合埋一齊嗰時候咧，就會做出嚟咧，就所以比較係年青一啲。但係咧就反而咧就係今時今日咧，就係其實中港台咧，佢會覺得我哋飛碟學會咧，香港嘅飛碟學會咧，就比較上活潑好多。點解呢？就因為我哋呢，就第一呢，就我哋而家之後唔知啦，而家嚟講呢，我哋譬如搵資料嚟去講呢，無論係東方西方，無論係外國或者係內地嗰度呢，我哋搵資料嘅嗰個都容易呀。咁、所以我哋呢，即譬如係做一個叫資料嘅研究同埋資料嘅發布呢，就算台灣同埋內地嗰啲飛碟學嘅朋友呢，都講話喂，其實你哋係香港呢，反而變成咗一個最好嘅華人嘅一個即係飛碟學嘅一個情報嘅匯聚點。即係佢反而佢覺得我哋可能將我哋研究嗰啲資料或者我哋有嗰啲資料帶俾你。而呢你呢就將佢呢即係系統化咗佢而發布。咁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基本上呢，即係無論係響成個嗰、那個即係對於個傳媒嘅了解，或者我哋成個嗰種叫做對於嗰啲叫資料情報嗰個處理嘅方式，都比較上呢係有個系統喺度。咁所以呢，即係去到嗰個嘅時候呢，因為譬如點解會有呢個好處呢？就第一呢，就係我哋即係飛碟學會嗰啲研究飛碟學嗰啲人唔係好多喺香港人，即係品流唔算太複雜。第二呢，就即係譬如佢可能你其他地方呢，有時會牽涉到有一啲學科呢係同飛碟學夾埋呢，你可能會發覺呢佢裡面未必會咁純粹係飛碟學嘅資料嚟嘅。咁有呢啲，即係如果冇呢種過濾呢，就有好多時呢反而呢就會令到大家呢係會越睇越迷呀，越亂呀咁樣嘅。咁起碼呢即係香港飛碟學會呢個網站呢都有啦，www 啦。不過我哋好難,UFO.org.hk。咁咁起碼啦，即係如果真係要聯絡香港飛碟學會啦，咁呢個網站呢當然都有通訊嘅資料嘅。咁咁但最緊要啦，我曾經提及啦，網上嗰方面嘅資料呢個可靠性呢其實都幾差嘅。咁所以呢飛碟學會呢雖然上一年嘅失敗Hong Kong U 嗰個配合唔到咁樣，咁而家咧就你哋咧就係重新咧係再將啲資料咧係更具體、更詳盡地咧係做咗一個好即係有成14講嘅課程嘅。係啊，咁呢個課程咧幾時開始啊？應該就係、是。哇！今日系就快噶咯喎，呢個禮拜六就第一堂嚟噶喎，即係9月19日，咁咧就第一堂咧係星期六嘅，咁第一堂咧係講嗰個飛碟鑑證學，咁係蘇婷同埋黃宗介，咁兩位都係喺香港大學香港嘅高等學府裏面嘅工作嘅，咁佢第一講咧係講有一個即係。科學嘅角度咧嚟到鑑定佢嘅，咁跟住咧就有其他就外星信息個案嘅精讀啦，阿 Moon 啦，係啦，咁跟住咧就係東方飛碟學啦，同埋飛碟同埋法學啦，咁呢個位咧幾頭啊嚇，係啦，咁就跟住咧就係嗰個墮飛碟同埋國際嘅陰謀論，係咁。跟住呢個我覺得好啱聽。Neil 都亦都喺我哋個網上咧，喺我電台嚟過。咁跟住James Chu 啦，朱啟平先生咧就講嗰個自由能源嘅探索。係啊，即係 Nikola Tesla 即係嗰啲。咁香港有一位天文學家嗰個咧，佢就會講天文學同埋飛碟。
咁跟住咧就远神珠啦，系啦，远古印度咩图啊？啊，吠陀，吠陀文化，吠陀超文化吓 ，Vedic 嗰度咧，咁由嗰个角度咧，由阿 Peter Lau 啦，刘奕振先生系啦，咁佢系 Peter 一个好得意、好得意嘅人物嚟，佢自己一个做生意嘅人嘅，但系喺呢方面嘅钻研都好犀利噶吓，好深入噶，系啊，好啦，咁跟住咧外星嗰、那个热潮文化咧就外星电影科学。觀嗰方面啦，咁呢方面就你啦嚇，咁你再喺呢方面，作為一個電影人，係啦，咁啊蘇博士啦，同埋你咧就係再喺呢方面，即係喺嗰個主流電影文化裏邊咧，佢哋有啲咩嘅信息放咗出嚟啦，跟住咧就係陰陽物理學同埋宇宙人類嘅五行嘅個結構啦，咁呢個係黃宗泰佢出心得嚟嘅，係啊，佢創作嚇由嗰個我中醫嘅中國嘅五行學説裏邊去做。呢個要等佢出書嘅，未有人出過嘅呢本。咁好啦，咁我哋即係仲有其他啦，咁我相信時間關係咧，我哋咧就會會陸續咧係請大家講者咧，就希望咧係喺跟住嚟嘅一段時段咧，係將每一個課題咧都同我哋咧喺我哋嘅網上電台咧分享一下先啦。佢係會一個月一堂，一個月我哋咁樣安排嘅嚇，一個月一堂咁樣嘅嚇。哦，係喎、啊、一直一直去到話吹到成明顯咯嚇，二零一一都好難搞咁啊。係啦，好嘅，好時間關係，咁咧就同大家講聲拜拜，下個星期再會啦。好，拜拜。拜拜。